好笑哦！我要把好笑的地方画起来。哎，大宝，什么事情这么好笑啊？小蘑菇姐姐，这本书好好笑，你要不要看呢？好啊。哎，这本书是从图书馆借的。可是上面怎么有画的乱七八糟的？是我画的啊。大宝，这本书说他很难过，他原本是很新很漂亮的，可是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对不起了，小蘑菇姐姐，怎么办呢？叔叔啊，他想要变成原来很新很漂亮的样子哦。那我可以用橡皮擦把书擦干净。真的吗？好，那大宝就麻烦你帮我把书变回原本很新很漂亮的样子咯。好，我以后不会在书上乱画了。亲爱的小朋友，大家一起看的书要好好的爱惜，除了不可以乱画以外，在翻书的时候也要记得轻轻的翻哦，要不然呢，下一个小朋友可能就没有办法使用了。现在大宝懂了，我想你也一定懂了，对不对？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《大爱满人间》，让书也体会到你对他的爱哦。张开耳朵听一听，哪里来的好声音？一闪一闪亮晶晶，一起唱歌好开心。画的地方我都擦干净了。真的好多了耶。那这样书还会难过吗？书说啊，一点点。对不起啦，我以后会好好爱惜书。那我现在就把书拿去图书馆还。好啊。我今天还没有帮花浇水呢，那我先要去浇水喽。小蘑菇姐姐，你看，我有很多贴纸哦。哇，有这么多贴纸，都是善来的吗？对呀，善来很喜欢贴纸，所以要把贴纸贴很多的地方，对吧？答对了。好，那善来你慢慢贴，
我呢还要先去浇花，待会再回来看你的贴纸好吗？好。哇，多漂亮的贴纸哦！先来贴这个，我要把这个贴在铅笔盒上。还要贴哪里呢？我要把贴纸贴在神秘的地方。小蘑菇姐姐，快帮我看看。为什么我觉得身上好痒哦？哎呦，真的好痒哦！大树爷爷，你别着急，我现在就来救你。大树爷爷，对不起啦，因为我在你身上贴了贴纸，害你痒痒的。现在没关系了，善来很喜欢贴贴纸啊。我知道有一个国王，他很喜欢盖章呢。盖印章也很好玩吗？好不好玩呐？一起听故事就知道喽。爱盖章的国王。从前有一个国王，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习惯，喜欢在所有的东西上面都盖上印章。真有趣啊！我盖，我盖，我盖盖盖，连宫女，王后，王子，就连公主的脸上、身上。都盖满了印章，大家都感到头痛极了。有一天，国王起床后，发现房间里堆满了抗议信，太过分了！抗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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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盖章了！原来啊，大家都写信来表示不愿意再被盖印章了。看起来好丑，好难看。国王很难过，他该怎么办才好呢？该怎么让大家都喜欢盖章？你猜，国王想出了什么办法来呢？嗨，大家来，大家来，一起来盖章。原来呀，国王发行了邮票。还设计新的邮戳图案。现在爱盖章的国王好快乐哦，不但他自己喜欢盖印章，大家也都喜欢他盖的印章。我盖，我盖，我盖盖盖，祝福你啊，祝福你。我不喜欢国王的印章，我比较喜欢贴纸。不过，如果别人不喜欢你的贴纸怎么办？大树爷爷，你不喜欢我的贴纸吗？不管是国王的印章，还是善来的贴纸，我都喜欢。可是，如果印章是盖在我身上，或是贴纸贴在我的脸上，我就不喜欢了。小蘑菇姐姐，那你喜欢我的贴纸吗？我喜欢善来的贴纸，不过有些贴纸贴在不该贴的地方，那里不是他们的家。可是我不知道贴纸的家应该在哪里耶。我知道。你看这个啊，就是贴纸的家。这个呢是贴纸布。我们啊，只要把贴纸贴到贴纸布上。哇，这样子善来如
如果想看贴纸的时候，就可以这样子翻咯。嗯，太棒了，我要让贴纸通通都住到他的新家。嗯，好啊。亲爱的小朋友，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要多用一点心，想一想别人是不是会喜欢我们这么做呢？如果别人不喜欢呢，那我们就要再想一想，这样才是有智慧又懂事的好宝宝哦。还有，好宝宝也要多做运动哦。准备好了吗？左点点啊，右点点，双手画圆转圈圈，扭一扭啊，跳一跳，我是健康好宝宝。小朋友，我们在做运动之前要记得暖身运动哦。好，我们先头头动一动，头头动一动，肩膀动一动，好，肩膀动完，记得屁屁动一动，嘿，屁股扭一扭。暖身动作做完，就可以开始打球喽！猜猜看，我们今天要玩什么球呢？猜猜看喽！嘿，看得出来我在打什么球吗？啊，很棒哦，是篮球。接下来换一个球了，吼，是什么球呢？是足球，嘿，踢足球可以训练我们的大腿哦。很棒哦。那以后如果你有新的贴纸，可不可以也借我看呢？嗯，当然可以呀。小蘑菇姐姐，当然，你看啊，我有新的音乐 CD 了。哇，菲菲，你看，我有新的贴纸布哦。哦，小蘑菇姐姐，我可以听音乐吗？好啊，那我帮你开。谢谢。呱呱呱呱呱呱，我是爱心小青蛙。小蘑菇姐姐，你最喜欢哪一张啊？我看看哦。哎呦，这个音乐好小声哦，开大声一点。我喜欢这张。这张，你说什么？哈哈，我说这张。大声一点，大声一点。哎，菲菲，小声一点，菲菲。
热关掉啊。菲菲，我们刚才一直叫你，你都没有听到吗？嗯。菲菲呀，为什么要把音乐开得这么大声呢？我喜欢音乐要大声才好听呢。啊，你很喜欢，可是别人不喜欢啊。那小蘑菇姐姐，你也不喜欢吗？嗯，我也不喜欢，音乐太大声的时候会听不到别人说话的。嗯，对呀。大树爷爷，你也不喜欢听音乐吗？我喜欢音乐，但是如果太大声，我就没办法休息了。大家，对不起，我刚才把音乐开太大声了。嗯，没关系，我们原谅你。可是这样我就不能听音乐了啦。菲菲还是可以听音乐哦。你看，我帮你把耳机接上，然后戴上耳机。这样子啊，就只有你自己听得到音乐，也不会吵到别人咯。听到音乐了吗？我听到音乐了耶。哦，对了对了，要记得不可以开太大声，这样子才不会影响到耳朵的听力哦。嗯，我知道了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你跟我一样也喜欢听音乐吗？戴耳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声音关小小声的，这样子才不会打扰到别人，也可以保护自己的耳朵哦。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动手做东西了。剪剪贴贴真有趣，资源回收玩创意，洗一洗啊，切一切，双手万能有魔力。嘿嘿，妈咪，哎，我可以跟你一起玩积木吗？当然可以啊，可是要玩积木之前，妈咪还有设计另外一个游戏要让你玩哦。哇，有别的游戏，好啊。好，来，你看哦，哎，这是啊，妈咪准备的图卡，还有积木，待会啊，你就看上面的形状，然后把这样的相同的积木放在上面，看看这是什么图形哦。好，它是六边形。哦，它看起来像是一个脸哦。那这是正方形。咦，在这里，这也是正方形。咦，这个是长方形，在这里，这个啊是梯形，咦，这个也是梯形，这个是三角形，这也是三角形，这个啊是平行四边形。好了，咦，小蘑菇，你猜看这是什么呢？我想它是一只狗狗。哦，答对了，耶！那我可以玩别的游戏了吗？可以呀。那现在呢，妈咪就要利用这些积木啊，来教你做另外一个作品，叫做积木盖画。哇，听起来很好玩呢，那我们赶快开始玩吧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材料，有梅花盘，还有啊海绵，还有呢积木、广告颜料以及图画纸。现在请爸爸妈妈和我们一起动手做咯。这边呢，妈咪已经有先把它设计好了一个图形。哇，好，那我们把广告颜料要把它放在我们的梅花盘上面，妈咪这边已经先把它挤好了广告颜料，我们把海绵放在广告颜料上面。哦，好，把它放上去哦。Kiki 妈咪，这是为了可以把下面的颜料吸上来吗？是啊，而且啊，这样子小朋友在玩的时候也不会滴滴答答的。来，我们先用圆形，来试试看，我们把它这样子沾一沾。哇，颜料上来咯。好，
盖到你想要的图形上面。一、五、盖印章。哇，我也要玩，我要用三角形。一，我试试看红色的，吸上来。一，我来盖城堡的上面。一个，两个。哇，好棒哦！妈咪也要来玩，妈咪要用长方形来盖橘色的。好，看妈咪盖出来的变成什么样子的。哇，长方形哎！哇，我们就好像国王一样。可是啊，这一次我们把它盖在图画纸上，这样子啊，就不会到处都被盖得乱七八糟咯。嗯，没错。哎，慢慢玩的时候，这边啊，妈咪已经有先做好咯。哇，好漂亮哦 ！Kiki 妈咪，我还可以在上面画画哎。是啊，你可以把它盖完了之后，你想当什么样的角色，你就把它放在我们的城堡上面，这就是不一样的造型咯。哇，看起来好棒哦！小朋友，你们也是一样哦。要记得，当你想要用盖印章的方法的时候，你可以把它盖在图画纸上，可以画成一幅很美丽的图画哦。有没有人要跟我一起玩球？我太棒了，那我们就大家一起来玩吧。小蘑菇姐姐，我们到远一点的地方玩吧。可是为什么不在这里玩啊？因为等一下大树爷爷他就要睡觉啦，这样子我们会吵到他耶。我们不可以只顾着自己玩球，也要想到别人呢。哎呦，谢谢你们，你们好棒哦，会替别人着想。亲爱的小朋友，学会尊重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喜欢，发现自己做错事情的时候也要记得主动地说对不起，就像啊爱盖章的国王一样，发现自己做错事情的时候会赶紧地改过来，懂得改变自己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哦。那你是不是最有智慧的小朋友呢？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拜拜。好朋友们，大家一起说再见。好朋友。